这块猪肉是我今年最成功的一个投资，买的时候7块多钱一斤，跟冰箱里撂的3月，现在20多块钱一斤。一会儿我得切两片炒俩菜吃，剩下的接着冻着，等过年的时候长到5多了，我再拿出来剁馅爆饺。这块猪肉是我今年最成功的一个投资，买的时候7块多钱一斤，跟冰箱里撂的3月，现在20多块钱一斤。一会儿我得切两片炒俩菜吃，剩下的接着冻。